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楚乔。那为什么我素颜开场呢？看到标题你应该知道，因为今天我把我所有拥有的粉底液都混在一起，然后做一个测试，就是也不是做测试，就是看他们全部混在一起上在我脸上会是什么样的感觉。然后同时也试了一些新买的产品，还没有试过的产品在我的脸上，就跟大家一起试。所以呢，今天就是素颜开场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把全部的粉底液混在一起。那这些粉底液呢？如果是同一个粉底液，但是我有不同色号，我就只混了一个 Hourglass 的粉底条，我就没有混了，因为那个条是比较膏状的，我想说挖下来一块，然后在里面混不太想，因为它蛮贵的，然后就觉得这样混好像应该不会很均匀，所以我就没有挖那个粉底条来混。那其他粉底就是全部都混在一起，我没有算有几个，等一下混的时候就大家可以算一算我到底有几罐粉底液。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我全部的粉底液混起来上在脸上会是什么样子呢，就请继续看下去哦。我的粉底液全部都混好了，在这边其实看起来就跟一般的粉底液没有什么不一样，然后颜色的感觉就是我常用的粉底液颜色。干什么呀 ，Sophie？ 他在底下摸我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那我一边用海绵，然后一边用刷具上给大家看。我打底就先擦一个这个雅漾的控油抗痘妆前，我很喜欢这个妆，所以我刚刚在就是澳洲的药妆店看到他在打6折，我又买了一罐新的囤货。这个还没用完，这是雅漾寄给我，但是我很喜欢。那我先上这半脸用海绵，先把这个刷具上这个弄干净。我看就是很多欧美 YouTuber 都有做这个测验，就是把他们所有的粉底液混在一起，就想说我真的很想要混混看，那我的粉底液混在一起会怎么样。现在摸起来是一个不厚重的粉底液，但我的量说没有都刚好一模一样几颗，但是就是一个大概啦，可是摸起来就是比较属于轻薄型的那种粉底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那海绵这边我要用这个 Real Techniques 的这个钻石海绵。我还蛮喜欢它上起来的感觉的，拉近给大家看一下，它上起来很贴脸的感觉，而且遮毛孔的效果很好。那另外一边我就是要用刷具上，一样先点。那刷具这边我用这个 New by Nature 的粉底液刷，用刷具上的这边感觉好像就没有那么，当然是用海绵会比较贴，但是这边就没有那么贴的感觉，可是也不会有很厚重的那种感觉，当然遮瑕度是比较高啦，因为它毕竟是刷具上的。那为了让两边对称一点，我这边稍微用海绵加一下。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个粉底液的效果的，就是如果我有一罐粉底液的话，我应该是会用的，因为它遮瑕力虽然是够高，但是又不会高到太假、太粉底液太重那种感觉。接下来我先画好，就是我今天没有新买的东西，就是没有要测试给大家看的，我先画好那些东西再回来。好了，我把新东西以外的妆画好了。那这次呢，眼睛上面我新买这个 Stila 的，它是好像那种偏光系列的
亮粉眼影，这就是我之前2017爱用品有讲过的那个亮粉眼影，然后这个是他们新出的偏光系列，我买了两颜色，这个是 G Serum， 那这个是 Into the Blue， Into the Blue 比较深一点，给大家看。那我要用这个比较浅的颜色，这个是 C Serum， 直接点在眼睛的中间。其实我不知道它跟我现在眼睛上面这个颜色会不会配啦。接着我买了一个，就是学 MAC 之前有出一个那个滚轮式的眼线嘛，因为 MAC 在澳洲真的超级贵的，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想要买来试。那我刚刚去布朗药妆店的时候看到 Revlon 也出了，这是 Revlon 的 Color Stay Exactify， 它就是也是那种滚轮式的眼线，大家看一下这样子，它就这样子滚过去，这样子滚。那我就是真的很紧张，因为如果真的失败了，就是眼妆就完蛋。大家跟着我第一次使用，先画左边，先画左边好了，左边比较不顺手。先画上内眼线。我内眼线和睫毛都加上去了，其实我觉得啊，他在画这个拉出去这边啊是好画的，但是画就是眼睛这上面这边是不好画的，所以就是拉出去这边的线它可以拉得很好看，但是这边因为可能眼睛的弧度吧，它就会变得有点难控制，可能是我第一次用也还不熟悉它到底怎么控制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呢，要是我的话，我应该是会拿它来画眼尾而已，然后前面就是用一般的眼线液去补过去，但是整体来说是 OK 的啦，只是我觉得除非它的这个持久度啊什么抗晕染程度非常非常的好，不然我是不会特别想要把这一支眼线液拿出来使用。接下来呢是 Rimmel 和 Kate 就凯特摩斯出的新出的一个打亮盘，之前我送过大家的这个是我送的，是它是一个打亮一个腮红的修容，但是它最近就是出了单单的打亮盘，然后单单的腮红，单单的修容这样子，那我就只买了打亮盘。那我想说用这个比较粉艳红颜色，那刷具是 Tarte 的刷具，我先试色给大家看，它摸起来是属于比较干的那一种，颜色也是很美，它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大亮粉，因为我很不喜欢大亮粉。放上在脸上是属于非常自然的那一种，不是特别闪亮，但是就让你有一点光泽，我还蛮喜欢的。加一点在眼头好了。接着唇彩，我新买了三支这个 YSL 的液态唇彩，这个在台湾上市已经很久了。那我买的三个颜色，另外两个颜色比较自然，比较裸色的还没收到。然后我先收到了这个5号，颜色比较深的。那没办法，我只收到这个，我就只试这个。它的头是做这样，我觉得它的头很可爱，而且你看它的棒子的中间，它有写 YSL， 我不知道荧幕拍不拍得出来，但是它有写。它的唇彩的味道跟那个之前出的七光唇釉还蛮像的。其实这个颜色我觉得很漂亮，只是就不是像裸色那样子比较日常可以擦，这也是可以日常可以擦的，只是就是比较，如果你穿的就是没有打扮只擦这个，可能就会觉得怎么突然擦一个这么红的颜色，但是我觉得这颜色我也很喜欢。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把所有粉底液混在一起，加上一起跟大家试一点新东西的分享。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，然后如果你是 YouTuber， 你看到就是这个挑战呢，我也很想看看，就是你说粉底液混起来大概是什么样子，所以你也可以拍一下。每个礼拜二、礼拜五晚上8:30都在分享新的影片，所以别忘记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那下次见，拜拜。